你问问你心里面，你有一个不在乎的吗？啊？你问问你自己啊！既然这么在乎他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他？给了他希望，有人能失望。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，你爱人会着急吧？叔叔，借您吉言，我还没成家呢。你和小尼是男女朋友，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她是不是安心不少？一月份的副总裁竞选，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。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，可是签字的授权呢，却给了江涛。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，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。旅客看起来没事，但不代表真的没事。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，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。旅客看着问题不大。程潇，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看你副驾驶的位置你都要坐不住了。我们到了，小亮，颈动脉搏动消失，呼吸消失，失去意识。我有话问你。你上次去陈潇家，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？那这回呢？啊？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，你就这么担心他？说上次紧急撤离开始。你不要命的跑上北区去救他，从那以后，你问问你心里面，你有一个不在乎的吗？啊？你问问你自己啊，既然这么在乎他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他？给了他希望，有人能失望。我喜欢他，我不会让他难受的。我只会一心一意对他。战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吧？昨晚在你面前丢了人。过来给你当面道个歉。别，你可别这么说。昨晚你还替我挡了酒，我才过意不去呢。你昨天在酒桌上顶着领导帮我，绝对的真男人。不过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补上一顿。詹哥，你先休息休息，反正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保证，明年我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。陈潇，其实我战哥，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，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，你多别扭啊。就叫战哥，叫什么倪总啊？那我回去补觉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先送你。啊，不用，我就去超市，没几步。张哥，您还有这隐藏技能，极品工程师啊！过奖过奖，今天我没开车，带了瓶好酒。谢谢张哥。我来帮你。谢谢。
有人来了，小姐。谁呀？你的手没事吧？你的手，没事啊。这么巧啊，南天哥怎么来了？咱们一块儿进去吃呗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说你带他来吃饭，就是带他来应酬吗？我问你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？轮着你管吗？他不分手归你管吗？陈瑶是你什么人啊？啊？他去哪儿干什么，关你什么事儿了？那你又是他什么人？你凭什么带他来这儿？不是他，是江部长让我来的。是战哥帮我挡酒，我才一口酒没喝。办事过难听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？你凭什么生气？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程潇，程潇。保持公里，来再保一遍。这就是当教练最棒的。不保养。